你知道宝马520几所能跑多快吗？这期带来2024款全新换代宝马520啊，国产版明年1月上市。今天看下它的零百加速和极速。动力方面，搭载 2.0T 发动机加48伏轻混，最大马力208匹扭矩330牛米，匹配 8T 变速箱，前置后驱。下面先测下百公里加速。百公里加速 7.6 一秒，上高速看下极速，视频拍摄于德国不限速高速，请勿模仿。最高车速229，这个极速怎么样？欢迎评论区讨论。